秀场播报90秒，与你一起赶新潮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Intern刘宇。巴黎时装周迎来首日大秀，首先推荐的品牌 Mahensech 可谓是人气颇高，月牙图案单品更是成为品牌的人气爆款。北京时间15:30，新一季的发布会可以关注起来了。小众设计师品牌 Kim Ham Kim 在国内也非常受喜欢，买手店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品牌的标志性爱心图案更是具有超高的辨识度，新一季是否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呢？北京时间18:00，给你答案。克里斯汀迪奥可以称之为今日大秀的必看重中之重了。迪奥的每一季大秀，无论是从秀场的置景，还是从单品搭配，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。锁定腾讯视频，北京时间20:30，就能和明星还有时尚 KOL 一起看到克里斯汀迪奥的巴黎秀场直播哦。